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彼得大叔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吃一下，体验一下日本的这个拉面，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家店。大家先看一下，来来来来，吃什么好呢？你吃什么呀？我吃这个辣的吧。辣的，哦，我这哥们儿他是湖南的，所以他特别能吃辣的。我吃什么呢？我觉得他这边那个就是叫味增面条，其实还挺好吃的。等一下我找一下啊。吃哪个呢？那我就吃最一般的这个味噌吧。嗯嗯嗯，就这个吧。あのすいません。普通のラーメンの中に味噌の味一つ。あ、味噌ラーメンの。味噌ラーメンの一つ。你吃什么？あと激辛何一つ。激辛何しますか？七番目ですね。普通の方で。うん、はい。普通の方です。はい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日本会有很辣的吗？你能吃不了吗？另外呢，就是在日本它有就是咱们平常在家里面吃的炸酱面，对，这个还有他们比较喜欢吃麻婆豆腐，有叫麻婆豆腐拉面，还有一个就是四川的担担面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叉烧面，就是叉烧，这个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一个发音吧，大家可以尝一下这个味道。它就是汤比咱们这个中国的汤要浓一些。等这个面来，咱们大家尝一下好吧。哎呀妈呀，润个嗓子。对了，你要在吃面的时候或者是去日本其他的那个饭店啊，它一般只给你拿这种水，就是冰水，里边应该大概接近是在二三度这个水，它不会给咱们就是倒茶或者是一些开就是比较热水，所以这个大家可能如果可应该会慢慢会习惯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看一下他吃这个有多辣，我刚看这样子我估计我就受不了了。来，你先尝两口。他也是第一次来这家店，这家店主要是，可能对我来说味道比较重口味，虽然我不是喜欢重口味的，味道应该还挺好。来尝一尝，尝一尝。哎，很小心烫到啊！吹一吹。嗯，好吃。好，说不是说点实话。真好吃。就光这个，辣不辣？不辣。哎，你以前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吗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哎，你觉得这个还好吃啊？我觉得挺好吃的。真的？比咱们上次吃那家怎么样？还行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啊，我们接下来尝一下我这个。来，接下来看我们彼得大叔怎么评论这个面。这吃面啊，要先喝汤，对吧？嗯，好。嗯，吹一吹。你看放了，他一般像日本拉面放了很多这个迷你哥，就是大蒜。嗯。怎么样？够咸，够油，够重，挺好吃。嗯，来吃个肉，来吃个肉，来吃个肉。嗯，叉烧，咬一下。好多肥肉啊！哎呀，不肥吗？煮的还比较软啊。但它这个面啊，跟北方面不太一样，应该属于像这个哪儿啊？就像那个广东的叫捞面这种东西，是黄色的，有点像方便面的样子，比较筋道一下。啊，来尝一个，尝一尝吧。我点这个是你说是的吧？嗯。然后，日本人吃拉面要发出声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好像说是为了让它凉得更快一些，就大家要入乡随俗。哦。对，尽量发出声音。好，先录了你。我也没买过，我到时候帮你。你这大辣椒是怎么回事？这么大个辣椒，我看着都好害怕。给你吃的。我不要，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就一层油啊，真的不辣吗？还好。你刚吃的是七，没事，你随便配。你这吃的面汤的时候你太多了。没事，我到时候再减。
连你都觉得辣，那应该非常辣。太辣了，笑死我了！谁叫你点这么辣的？没事。但是相比于中国湖南四川那边的话，应该比那边要稍微好一点吧。都出汗了，都吃出汗了。你看他那放的辣椒，我是把这个辣椒吃了会怎样的？你看他放那么多纸，擦汗擦的，笑死我！哎呦。你演技不错啊，现在吃拉面的时候，刚好电视上在播中国，哎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好吃，下次还来。说点感想。感想，感想就感觉比在中国吃的那种，日本拉面啊，都要比较好吃一点。所以，欢迎下次来日本的朋友们可以来品尝一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他还在拉的不停的喘，去买瓶水吧。好啊，买水。今天我吃了一个冬。我点的这个是牛肉冻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
哇，いい感じ。美味しいでしょ。美味しいだろうね。美味しいでしょ。まだ来てない。激辛。待って。Ladies first だから。の伸びちゃう伸びちゃう。いいんだよ。私が食べ始める頃もう食べ終わってるから。埼玉だって。埼玉。どう。美味しい。ファビュラス。ステキ。ファビュラス。マーベラス。アストニッシ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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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ut of this world。米炸酱面，炸酱面。哇，一看这酱，哇，我的一般三国人的，やばいね。炸酱面，美味しそう。ほら、咖喱。总算到我的这个咖喱牛肉饭。